就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，耶、yeah! yeah! ！大家真的不要误会哦，说是高跟低，我们没有多一毛哦。对。这样讲，经典王。你到底谁看一下？我就今天下面都毛走嘛。像我们以前就是一巴掌一巴掌这样子收视率堆积起来的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支持珍珍，她虽然演坏人看起来好 让你气得牙痒痒的，但是她就是演得好嘛，难道你不觉得中的也没有要演戏、哎、现在没有女儿不要再哭了、哦晚上有啊，很好，很累。他说出了他的心。旁白哥抱抱，天道王牌复仇，收视飙破三。女演员累到委屈，泪洒摄影棚。是陈千文、林则徐、陈佩琪、叶华、许真真、马又兴、沈志鹏、丁立奇齐聚一堂，为天道收视破散在棚内庆功。大家真的不要误会哦，收视高跟低，我们没有多一毛哦。这样讲经典王，我就是要让观众清醒，好不好？很多观众都很喜欢在网络上面讲说，哦，他们的衣服啊都是什么大家赞助，没有没有，都我们自己买好吗？哦，他们收视率破千，都不知道拿多少奖金啊？没有没有，我都是领薪水的，好吗？吴信恒。河西也被修理的，大报应，报应，很惨啊，超惨，对啊，他都快变僵尸了。哇，八点档尬戏很辛苦，学姐陈佩琪感言当场逼哭学妹呢。像我们以前就是一巴掌一巴掌这样子收视率堆积起来的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支持珍珍，她虽然演坏人看起来好 让你气得牙痒痒的，但是她就是演得好嘛。难道你不觉得中的也没有要演戏、哎、现在没有。女儿不要再哭了、哦、晚上有啊，很好，很累，她说出了她的心啊，不哭不哭，讲点开心的事吧。你们之前有许愿后会有见面会，那假设我真的办了，会有准备什么样的惊喜给粉丝吗？这种事情还要演员以我们以往的经验啊，好，经验丰富啊，在里面好，大家就是玩玩手牵手啊，什么什么隔着什么安全膜亲亲的这种小互动这样子，平常是那个拍拍照然后签名，然后跟观众跟我们的粉丝，哎，你好，谢谢你，啊，合照这样子，很简单吗？还要我帮你做功课哦，你。你要不要跳舞？因为最近不在学一些跳舞。跳舞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跳舞没戏嘞，困都不能困，都跳舞嘞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天道报道。